虎年新春的第一天啊，合欢山因为温度、水汽、天气条件都非常充足，像现在这样子，凌晨的时候呢，合欢山的五岭呢、松雪楼一带就开始下线，到目前为止啊，积雪有2公分了。有民众在除夕就在合欢山等待了，等这个新春瑞雪的到来。合欢山自翠峰到大余岭仍然是交通管制的，上山车辆已经排到约1公里了。台14假线合欢山路段7点开放，车辆上山一样要挂上雪链。